1岁10个月大儿童因溺水送医不治身亡，社会局立即启动儿虐重大案件调查，并由检警侦办。陈彤是在3个月大即由送信保姆照顾。陈彤父亲在今年的2月29日到户政登记，改委托送女监护照顾。经检方刑事相验，结果发现陈彤有脑硬膜上大量出血，死因被溺毙。高雄市政府提起独立告诉，并提供家属法律等协助。送信保姆前经社会局核准，自111年12月提供居家托育服务，在今年的3月11日申请停止托育，缴回托育登记证。经评估，送女有照顾行为不当，情节严重，社会局于6月13日废止其居家托育登记。高雄有一名网红多宝妈，她担任保姆，常常在网络上面分享她的育儿经，但是她却照顾1年半的2岁男童，她居然推他去撞墙，棍棒虐打1个礼拜，导致男童昏迷。这时候她打119，说男童是溺水，但医师发现男童身上有15处的伤痕，最后是头部重伤，伤重不治。睡前讲故事书给5个小孩听，平时还会记录做事点点滴滴，拍成影片 PO 上网分享，经营育儿粉专，外形亮眼。她是高雄的一名五宝妈，也是名保姆，但却涉嫌虐死托育的2岁男童。向119通报陈姓男童洗澡时意外溺水。事发地点在军方宿舍，吴宝妈跟军职丈夫一家六口就住在这里，被虐死了2岁男童，给吴宝妈全日托照顾1年半不算短，1个月3万元。但自己的小孩最近打扫不干净，却迁怒2岁男童，推去撞墙发泄怒气，再用棍棒虐打1个礼拜。6月6号下午，男童昏迷送医，身上有15处伤口，最严重的是颅骨骨折，颅内出血170毫升，全身上下几乎体无完肤，送医不治。应该是已经有2-3个月没有看到人了。男童父亲邻居说，好几个月没看到小男童回来住，不清楚什么原因。而吴宝妈保姆遭到法院羁押，地检署经过4个月调查侦结起诉，并请法官审酌被告的犯罪手段造成的结果及犯后的态度等一切情状，从重量刑。吴宝妈保姆下手超凶狠，活活虐死2岁男童，建请法官从重量刑，要还给家属一个公道。记者叶振宏、苏红，高雄报道。